了解之前关注民生，关心朋友们就好，欢迎收台今日时线。今日是1月3号，农历11月20。近日健康项目兴业系统到广东政府微信小听书或者是正式上线。通过该健康项目兴业系统，无法出示电子健康码的群体，尤其是无或者是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即可以完成人证码三合一的测验，测验过程不超过3秒，系统上就会显示个人实施兴业的健康情况。另外，教育部近日快速通知，要求教学外派学生分批至附属班级入校，并测谎外派春季学期恢复返校。好，收起来台，见咩争乜？最近，东方人民共和国民发展再次引发争议，因为直播演义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司法关系的发展，将于2月1号起正式施行，甲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今日起，本人望将陆续为大家人解读民发展。落来，咱先来了解一下针对交通泡沫对末、小区门业服务主体建设用地使用框70年交期等问题，民发展是怎尼整合相关法律内容的。交通泡沫是一种陋习，称赞人懂的甚至涉嫌违法犯罪，但现实当交通泡沫的不文明行为仍时有发生，让人慌不胜慌。2020年6月18号晚上，怀庆三个多月的郑女士到经过市区金星路的时候，就碰着个冲天之间的瓷板打掉个头，抓地镜当场醒去。差不多就是打着之后，现在就是整车，整咩个，整咩伊个时候，两间时候惊车真个，真个整情况。当时希望啦，有关部门可以将一个伊执法一个处理个结果，然后希望就是这样能够出来参加这里这样个责任。日近日，多市区大华路一栋附近，一名60岁个男子，竟然到食咩单单爱烧沙壳，结果却从阳台顶杯质量破了头半，落地后发出直叮叮声响。甲其他住户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点点这个过道板咧，晒热啊，换楼啊，直接紧张，即个要查。就是往南山咱街路衰，无人去，甲往这条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16年8月13号，市区桥林左巷的一名住户，从八楼过落玻璃片甲菜刀顶袂边，抓地镜打掉一名过路的男子，险过剃头。2018年10月17号。一名快递员来到市区，当初在安华街，这句话是从天而降，将伊吓到通心肝。今年初，市区金兴旺一只汽车，本树好从楼顶高落来个道缝打着，到底在单方玻璃破裂，所有几撮高空泡沫对末乱响，逐个响到头顶个多病哦，随时危及市民群众个外窗。现在就是因为现在高层建筑很多，高空抛物对我们的人身危害很大。的一个小东西跌下来，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损伤。针对高空泡沫，按沉降责任法规定，人以确定沉降难解，有可能嘅强动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种现象会出现，直人泡沫传漏不断嘅目堆，明确订正明确，所有实施泡沫行为嘅沉降人承担责任，并且强调公安等机关应当澄清责任人。其次，每业公司未尽到合理外窗保障义务，例如未安装外窗网顶，应承担对应的沉降责任。最后，则由其他业主进行补偿，并且事后适当澄清涉及沉降人，或可以向涉及沉降人进行对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处理的时候呢，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样一来呢，那么对于这个禁止此类现象，将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在搿里当时间，民发店如何如贴近民生个，如何如接地气？即民发店就到菜市场边个咯。咱到地沟门遐本市场桥间乡乡个菜市，或者当哦遐地做地方，伊个是个条框是在生个。哦，你往着做你去追框，哦，对双方各有密生个权利个义务。打交交控泡沫对末，可用个人能上交小区管理，有条件显示。目前话起主题小区嘅管理仍冲到加多门堆，其中未少小区部成立业主委员会、加业主大会、业主会五九门堆，难以通过业委会等社区管理机构进行处理，用具激化矛盾。
以前伊门业内都是收只电推广告费啊，收这个停车费啊，你收了也无咁业主大。针对小区业主锐矿人公共维修资金上年停水，以及主体建设用地三元矿七十年交期着做年末等问题，民发厅也拢有规定，明确主体建设用地三元矿期限届满届自动续期。属区户应该缴纳或者是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予以指导和协助，适当降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特别是使用行动末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天数。物业问题一直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啊，那么这次民发点明确规定，那么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啊，以前呢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何去使用，啊，那么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导致了很多的问题，这次呢这个明确规定公共维修基金使用的一些条件，那么在以后。那么解决物业问题，那么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非常方便我们这个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后来问业主爱进行锐矿也好，也外在单学校和参照民生法律，也更改台也更改档，令业主跟物业之间其实更加透明。遐当然如果我哋好嘅物业，你就关系社区嘅关系当然逐渐化开；，你我哋冇嘅物业，你业主就袂惊。明确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带点字的法律，伊就像一栋楼，由好在房间组成，这所房间其实可以推作是各种现有的民事法律，内涵非常丰富。今朝正目往也住点教为止，明仔正目往继续为了来解读。元旦期间。市区老马经气态可以凉胎，咱们由市委双同部市文化发展中心筹备派主派，广东调建议山头文化集团承办个喜灯音响之欢乐贺新年小品调节惠民演出专场，导致个响应，吸引了不少市民个游客再来观赏。演出赛参加演出个调节人员从老马经气态出发，走进小公园街区，甲市民互动，共贺新年。祝福山头到新的一年，经常一层楼。新春慢慢，喜有甚高。随后，小品调节惠民演出专场好戏正式开演，由广东调节与乡音界调客海滨美村的演唱，拉开了演出活动的序幕。更是着调节唱段、小青、桃花街道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让现场的观众尽情感受南国青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平时喜欢睇调节，各地调节非常好。嗱，弘扬潮汕文化，正式是一个非常好嘅。啊，是潮汕这边文化传统嗰啲需要流程，就传承下去。因为这其实从早，我见就比较好些，那都是从入手机咪啊，把这种文化传统都给遗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双方就是透也聊过耶。非常开心参加今晚的演出。我们今天演出的剧目叫《海滨夜情》，它讲述的是汕头夜间的美景。然后大家就是老老少少的在海滨路那边在看景啊，看美丽的风景啊。然后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带来。丰富的精彩文化、精神文化生活，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几位嘅团带来嘅小品、朋友、新界老师等等物，以及花海香蜜、贴近生活、甲调温调味，甲大家能带来了欢乐甲思考。这次元旦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相对比较正能量的一些小品，来到我们的戏亭印象的这个舞台来献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也非常喜欢这样的机会，能够更近距离的跟我们的市民做一个接触。好，也希望呢是通过我们这次的整一个的活动，
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新年期间的祝福，同时也是弘扬我们的潮汕的一些优秀的文化，更是呢传达一种我们新时代的汕头精神。近日，边乡警史馆举办潮州歌词唱警史活动，主讲嘉宾黄丁凯甲麦梅松唱诵了《归桥英烈杜英英》的英雄之歌，以此来缅怀英雄，弘扬警史。杜英英出生于1922年，平海人，是江浦籍归国侨生。年少就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为汕头市公安局队伍分局局长。1952年6月16号，杜英英赶赴来界石炮台改建，挨贴到一个防空洞，伊亲自处理爆破的问题，命令其他同事离开现场。当做到放下炸药的时候，意外爆炸，不幸以身殉职，年仅30岁。伊多长吃光阴的直线，直接为后人所敬仰。文化学者黄丁凯到抢救潮州歌词的过程中，就通过收集杜英英历史界生平碎集，创作了唱片《潮州歌词》《归桥英烈杜英英》。所以呢，英烈这个形式啊，这个属形式呢，来双团人流传来名响。哦，我小小乜内沙波时，我想着呢，要来写一个就去让很多人物，杜英英，那杜英英是人物呢，非常代表性。伊就叫做咩？伊是贵桥嘅一啲读书代表，10多岁转来嘅侨生参加抗战，哦，呢啲是几十年，哦，就所以系无私嘅，哦，为党奉献了职场。本次活动，几位小学嘅学生相亲了歌词，边乡景时光。紧接着，黄丁凯老师介绍了杜英英嘅事迹，以及歌词《贵桥英烈杜英英》嘅创作感受。麦梅松老师即轻轻狂唱台诗上《日月春风秀亭声》等的一段，影响听众。纵观汕头开埔后界警察室，内都有好在社区价值及文化价值的材料。潮州歌词唱警示活动，通过歌词制定故事形式，来讴歌归桥公安英烈杜英英的感人故事，是一次历史史料，弘扬潮汕历史文化界无也相似。英英这历史啊，是啊，根本也是啊，是教会相当，一支持啊，是啊，啊，能做钱嘛，偏多歌词来讲。空前啊！正啊，塌了啊！正啊，所以大家经理解呐，弄只革命历史啊，去定革命史迹，该有该伟大，日本后代人啊，这个加油。汕头开埠以来吧，这个挖掘了不少这个汕头警察史，就是汕头警史的资料，然后里面呢也有不少这个史料研究价值，就是说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文艺创作方面的这个素材方面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警史馆做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苏州乡村建设行动直击农村环境问题，迎新年育新机开新局，为政策部促进乡村建设行动提着升级，从本期起，由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设计，聚焦农村人居环境专栏，正式更名为聚焦乡村建设行动，分点状态、回应表、曝光态三个小板块，欢迎收睇。落来，咱先来睇睇市委乡村振兴派督导书记新石报道。朝阳区金兆镇波头村到市委总统府汕头用过一款的大陆办会，扶贫扶持扶持三广企业，产业振兴，市
民风好，促品增收，环境改善。最近江省的波头村小康公园成了村民向往的乐园，充分展示了精准扶贫的成果。中央区华坪镇光明社区和市政府办公室持续聚集和东乡双头公园的帮扶下，小村五个振兴并且持续人工绿岛环境秀美，扶贫车街文化广场和四号路顶这块项目相继中间，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平海区龙都镇新乡村原本基础建设比较落后，到甲级等正个高度重视下，正伫建广场、青郊区、竹村楼、绿彩园、双路顶，各项建设无数推进，乡村古貌换新欢。落来，来从相关区域农会的回复。另外，区域农会回复，针对乌镇街道乌镇小学对面毫无分流工厂停止冲撞安全安全的问题，另外区立即派往到当地协调，目前时间范围已经完成路面修复。落来，当地社区将继续督促施工方配合时间，减少该工程带来的负担。今天区域农会回复，土岗街道岗尾社区西街地震边乱动废土杂草丛生的问题曝光后，经评估专门处理人力清运杂草废土20立方米，平整地面400平方米，并做好立柜每回工程。落来将落实装灯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平海区域农会回复，针对彰化镇道头村工业区有大部分杂物乱动、郊区水体黑潮等问题，平海区迅速落实邻村路级组织人力及机械清运大部分杂物，整治郊区，并已清理完毕。落来将强化管理，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最后来传传网友回有广阳流地处地区地处问题，网友春声欢迎。中央区天河街道南门社区高近国道324线的地方，有挂个石板墙、乱动石块、杂草丛生，路面起伏不平，还有一处加大个废气堆砌，难居环境大打折扣。网友匆匆欢迎。大校区甲石街道路口社区卫生站附近的树下，东方了大量的地，杂草丛生，多部分无及时清理，还有人到地震边拍气流，环境杂乱不堪。网友高低欢迎。朝南区正都镇新民村上地南门平，原本巷道就无好看，还有人持石铁门冲光杂物，砸着道路，也冲到消防安全循环，希望有关部门加强整治，开路移民。欢迎广大观众朋友积极参与树梢乡村建设行动随手拍活动，市民投稿可发送至市委农会邮箱，信息直接采纳，将整理手机充值卡，五十五。乡村建设行动，让咱共同参与。明早10点左右，市区锦岭南路一处铁楼及时发生煤气泄漏事故，消防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处置，事故当一名男子伤危救治。到这栋铸铁楼的楼下，记者抬高一架修车点在个步道上，散落着衫裤、鞋、铁皮及外墙砖石等物品。据消防官能说答，明早10点左右，楼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三楼的阳台外墙突然崩塌，砖石从三楼滑落下来，打着楼下铺面的遮阳罩，散落到土尾个。开始我们以为是，开始我以为是那个。消防车来的时候，对着那个招牌顶挡了一些，我那对，因为他大体的那些石灰跟家具都在招牌上面，我还要等那个物业跟那个他们来，物业还有接到他们来了，他们来上面帮我，因为危险很难弄下来。我能识答，何的东西报道顶部行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边这个位置全部平常都是很多车，然后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的员工已经要走来走去，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才有路人，所以今天非常详细，一点事都没有。据小区门业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是三楼一间独立的住房，房间内的墙壁被引火焚烧，床顶烧焦，门镜是散落通开，
出来的名男子事发后已经送院救治，而隔壁小两个乖乖独立住房的房门也被紧加落去，窗户也加落通开。在快递小哥啊，就是伊家己食到怎样，落去边可能是老人，从那头顶落听伊人消防落，听听落感受个，看来伊那个回去放是，去放是整个了，伊回去放整个唔大，哦，整个伊就没在伊听起来个，点伊风架。目前事故具体情况，花后台新直部调查。我直在市区两江路十个汽修厂后发生一起路桥倒覆事件，造成遐多树下个四只汽车不但听到受损。但事件发生至今已经几日过去了，仍无能处理。此起事件发生到前过三十号凌晨两点左右，独将倒覆的路桥起码有六层楼高。据汽修厂的负责人讲，当面的空气南下风非常大，由于根基被牢固，加上平时缺乏光影，这层路桥都框框界不断拖慢的独将倒覆。虽然无人员受伤，但打着了汽修厂遐多树下个四只汽车。好，这车是直接是变严重，啊，出电给我压落来，然后玻璃也拿掉，坏了车身的坏坏，还是上头全部都坏坏。事件发生后，林先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情况，但路桥倒覆至今已经过日，仍无能处理，影响道路通行。就周边居民家个电话方向倒错啊，可是门上也无能过来。怪处理，最近现在消费怪，只要路受损，咱自家工人苦啊，只苦工劳。林先生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交点清理道桥，同时妥善解决受损车辆个维修问题。恁现在有关部门啊，做了协调呐，做了维修在强调，哦，因为受损只要损失过大了，这个事在下。林先生为此也希望有关部门对周围其他路桥进行巡查个防护，防止类似个事件再次发生。这个桥啊，大天龙河吵吵的，或者脏吵吵的，人都不爱修墙，他修修关门啊，也不爱修墙。完了，桥梁这边固啊，这边个上头是机关的吧？大概差不多六英尺吧。这桥就入桥皮管，啊，入桥皮管，这桥梁本来应该是弄着，你无关无门啊，就要修墙、防烟啊，然后再叫拿落来。那个叫拿落来后尾也是不敢出声啊。大山沃蛋，你可能台过招生的条件。就是山顶求一个名次，相亲独傲，因为人家比较爱，就将对方磨日刻薄。小生的例子还比比皆是，身高似乎成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屏障，未少人也随之产生了身高焦虑。身高焦虑的话题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有影就响是，2019年中国19岁男女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过韩国，一举单亚单一。35年间，中国19岁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增长上多，而19岁成年女性身高增长即排名世界前三。身高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营养、卫生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人到过去几十年中，不但倒食饱了、钱包甜了，但是人家也肝大了。这样子，国人对个体身高的焦虑并无比较蛮高。其中不少人认为，高大的男性才有安全感甲责任心。有个人将最明身高差作为找男朋友的标准之一。当身高成为独傲求一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这种社会意识潜移默化本能的影响不可消除。尤其是身高，商业文化对身高焦虑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高跟鞋来身高，早已成了林定华村的长高操场。多吃牛奶刺激锻炼，这是韬光养晦型的成长路线。有人甚至通过断骨增高、甲激素注射等方法，想去实现身高由我不由天的结果。其中，至少足了人们对身高的执着，而部分商家利用人们的身高题材，借助大型媒体刻意强化身高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制造出一种恐爱心理，让人们为身高消费买单。多多的管理费，严重成为了后代人完成自尊难解的最后一公里。
殊不知新高只是一个消息，人民黄牛零六加得的五行票中，人家从新高的叫格灯摆脱出来，去发现每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光辉，构建经济制度的每个观念和社会意识，将自信更多的建立到后天的技能和思想的修为上。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个，感谢你的收听。